我这边是支付宝蚂蚁金服告不出屏的话务员，挂号刘立芳，请问这个账户您这边还有在北方使用吗？能听清楚了吗？喂，你好，能听到吗？刘立芳，你不要老是我说什么你听得清楚吗？你听明白吗？你呀，你只会一个嗯吗？我立刻爆炸！乔尼玛接诈骗电话，狂摁起逢对方，还会这项才艺超厉害。谁欺负你，我就瞪他，我就把你揍他，行不行？啊，他欺负你了？你欺负我干啥呀？有人欺负他。悄悄瞅我一眼。你再看我一眼。他不敢，人家不敢瞅。是他。我是你。大陆这位小哥呢，在家养了一只可爱又聪明的宠物羊驼肉串。日前呢，突发奇想，让草泥马接听诈骗集团电话，过程小翻网友。骚扰电话。你叫串儿姐。啊，串儿姐。你叫串儿姐。我这边是支付宝蚂蚁金服告不出屏的话务员，挂号刘立芳，请问这个账户您这边还有在北方使用吗？能听清楚了吗？本次来电呢是响应国家政策，给您这个支付宝账号做个通知，避免我们平台学生通道下载完了之后给您的资讯带来影响，这样都可以理解吗？好的，那这边要给你讲一下更改的流程，稍后我这边会为你对接到我们后台解决群里，开通班耽误你三到五分钟的时间，我这边快速给您对接一下。喂，你好，能听到吗？通话全情况不是中国银保监会提出决定的，您这边手机上有使用吗？我说您这边手机上有使用吗？有使用的话，您打开你的腾讯会议，我这边快速给您对接。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能听到吗？刘芳，你不要老是我说什么你听得清楚吗？你听明白吗？这是关乎到你的个人身心的，不是来跟你开玩笑的，先生。你妹呀，你只会一个吗？厉害的肉串不只会应付诈骗电话，跟主人沟通也是没问题的。你要什么？我要吃胡萝卜。让谁给你拿？让谁给你拿？妈妈给。妈妈给，给完了。给完了怎么办？谢谢妈妈。有趣的是呢，家里其实还养了一只狗狗小宝。他俩不在一起玩。他俩不在一起吗？他俩是两个物种，他是小狗，那是羊驼，他俩谁也看不着谁呀。我家小宝要跟他擦肩而过，他会觉得说就边上有一个庞然大物过去了。然后肉串呢，小宝从他旁边过，他完全看不见，太低了。没听着，小宝你别老躲啊，小宝这情况。请你离开。